起的待播，起的待播，我不是王一萌本人起的待播。这货咋又直播了？你不想看我直播吗？不想看我直播就出去。人，他真的五十六。我说你八十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愿不愿？愿不愿意？他不是女的，我不是女的，你是女的。为什么要男扮女装？我愿意，要你管。你为什么不动脑子在这里发弹幕呀？你还管我为什么要男扮女装？眼睛怎么长毛了？你眼睛是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睫毛也不长，和视频不一样。起的待播，起的待播，我不是王一萌本人起的待播。你的脸为什么这么大？我刚出生的时候把脸放在那个地下，叫那个车轱辘压的。脸为什么这么大？非常非常，我今天说话好溜呀！我今天说话怎么这么溜呀？我今天说话，哎呦，我今天说话好溜呀！我今天说话太溜了，我要跟你们大战，大战这个这个，刚说完这句溜就想不出来词了。我看起来不聪明吗？我要跟你们决战到天亮，都别走啊！一会儿谁走谁是强。一会儿我就要实施进行消失术了。口水收一下，我喷你一脸，你小心我立马就变成喷火龙，我跟你说，让你尝试洗脸的滋味，你过来呀、啊！发际线没有珠穆朗玛峰高，你太看得起我的发际线了。那我那个发际线倒也有珠穆朗玛峰那么高，那我还能看吗？以后就不用攀登珠穆朗玛峰了，攀登我的发际线就行了。大家都去我的头顶上插旗子，有没有珠穆朗玛峰高？人家本来就傻，你还逗人家？锁骨什么牌子？锁骨没有牌子，看见我的锁骨了吗？我有锁骨的，轻易就不给别人看。这是我第二次那个给锁骨给你们看，是压架，这是锁骨，人身上的那叫压架。看着嘴唇流血，那是口红，口红，长了嘴巴的才吓人。你在说自己吓人呗？啊，不是不知不觉把自己给说了啊！你是不是说不过我？